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博。然后今天呢，给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。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？滑板，带了滑板。还有呢，我衣服上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东西？扑克牌，有一个卡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有点东西。有哎，不可能，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。就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没看，哎呦。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扑克牌，然后呢，可以让大家随便来检查一下。还记得刚才这个牌吗？记得。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牌，然后我们可以检查一下，这是已经被他洗了很乱的一些牌了。接下来我会随机找一个人，然后任意选一张。来，叶老师。我在拨牌的时候，你任意喊停，然后记住那张牌。OK。好。停。停这里。打开第一张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记住了。大家都看到了。看到了。OK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看到。OK。把牌给我。来，随便放进去。然后随便洗掉它。洗它，一直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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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老师，把你刚刚洗好的牌给我，你帮我拿好滑板。接下来呢，帮我把这些牌，还记得刚才大家选的那张牌吗？记得，记得，记得。帮我看好这里。哇！哇！帅气，谢谢。哇，漂亮漂亮漂亮。